哇！
界像西路啊，那座森林那么大，地形又复杂，都是他的意思，就会迷路，会没有朋友。不行，我要我才甘愿。那个废物，跪下吧，看来我得亲自出马。Hello， 来看看我这个巧克力，来，你看，检查一下，大波路的。来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来来看一下。来，快一点啊！来，我跟你讲，公主哦，最喜欢吃这个了。我等下把这个毒药放在里面，她一定会死。我一下啊。好，来，你看，看这个大波路巧克力。
的，先把它拆开来吃吧。老太太给我的巧克力啊。真的吗？我们看看。给你们看吧。公主，你要小心啊，又过敏的食物啊。不会的，老太太人很好的。真的吗？没做错啊！你确定你没这么做？我心地善良。
你说你是皇后吗？叫你派人去杀黑炭。皇后那天跟我说，公主要去森林玩，要让公主意外死亡。啊，皇后，猎人都已经说了，你还不承认吗？我不认识他，真的。真的。皇后知道猎人没把公主杀死，还假扮成老太太给公主有毒的巧克力。对对对，幸好遇到了王子。事情真的和他们说的一样吗？哇，真的！皇后殿下，对不起啦，都是因为你比较喜欢那一类，他们喜欢我，所以我才起了杀心啦，对不起啦。人价值观偏差，不能这样以貌取人。我的女儿虽然分身材肥满，容貌不佳，你也不能这样子欺负我女儿。这不是你的借口，来人啊，把皇后和她的仆人押进监牢。公主殿下，拜托你救救皇后吧。我就原谅皇后嘛，拜托了。为什么原谅我？我派人杀过你。哎呀，你至少派人杀我，但是你让我认识了许多新朋友啊。起来吧！哦，谢谢啊！喂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黑炭公主不仅心地善良，还温柔体贴，有她这个女儿，我非常开心。哎呀，哦，佳慧害羞了。哎呀！耶、啊！欢喜大结局！为感谢公主、王子和我们那个小矮人。这几天照顾我女儿，我想邀请他们共进晚餐。